1米98的身高让朱婷成为世界排坛巨星，但也带来很多尴尬和麻烦。要说起目前世界排坛最火爆的球员，中国的朱婷绝对是首屈一指的，已经成长为中国女排绝对核心的她，在欧洲豪门土耳其瓦基弗银行队也成为了队内的核心球员，能够获得如此的荣耀，与朱婷勤奋刻苦的努力和过人的天赋是分不开的。另外，朱婷那1米98的身高也是她的一大优势，不过这个身高也给她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和尴尬，就像2米26的姚明一样，在生活中还是有些难言之隐。个子太高让朱婷在坐着时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把腿伸直了，只能弯曲着，这双大长腿肯定会很酸痛，得不得及时的休息。朱婷在闲暇之余去驾校学车，这么高的个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还是很难受的，起码腿就伸不开。朱婷与瓦基弗银行的队友们出去办业务，由于大厅的高度太矮，他们的头部都到屋顶了。朱婷骑自行车的照片可以看到还是不太协调，因为朱婷的腿太长了，就算把座位调到了最高，还是不能把腿全部伸展开。这是朱婷和郎平在参加一个典礼时的照片，即使是在如此隆重的场合，朱婷还是穿了一双板鞋，而没有选择穿皮鞋或高跟鞋，因为她个子太高，脚太大，实在找不到合适的鞋子了。